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巴迪特啊。今天我们继续啊来录制我们的锈湖根源啊，这是我们的第二期啊。上回说到我们啊也见证了 Jack 的那个长生不老药喝掉之后死掉，然后还有他三个、孩子啊那种悲惨的命运。然后我们这次啊来探寻一下这个家族的、其他的秘密。1932年秋天，墓地，我们来到这个墓地里。哇，这是那个阿尔伯特的那个墓地啊。他是1926年挂掉的，我们敲动一下他的墓地。这写的艾达1904年就挂掉了。哇，这个 Mary 这个墓啊真的有点简陋了吧。艾玛的墓啊、1896年他上吊自杀的嘛，不是还就吊在树上、看那个报纸。这里缺了一块，这 Samuel 的墓啊被缺了一块了。哎，这里这不是 Rosa 吗？罗斯小姐啊在这里，他需要一个怀表啊。哎，这个狗为什么喝了长生不老药之后就没有被毒死啊？它一直存活到现在啊。我把狗骨头捡过来。墓碑啊，这个铁锹应该要用得到啊。这个尸骨啊，尸骨未寒。我把狗骨头难道丢进来吗？哇，真的是啊，它咬的是人骨啊，我们要把它拼啊，拼好。这是盆骨了吧。啊，对了，这个手应该就是这个手啊，难不能长这儿？这手怎么拼不好啊？这是它的什么骨啊？腿骨吗？这不就是哦，两个腿骨，两个大腿骨啊。我们用这个铁铲在这里挖掘一下，是不是在某个地方要挖掘一下，我估计。哎，挖挖啊，找到了，在那个 Samuel 这个墓啊，墓的前面找到了我们的另一个手啊。然后这个艾达这个应该也有啊，也有东西啊，又找到一个，又找到一个骨头啊。艾达这个哦，这个里艾玛也有哇，他们分别就要在这里凑足那些器官吗？难道又挖到一个什么？这需要密码了。哦，这个图案代表了他们每个人，然后这个每个人的生日加起来就是这个啊密码了。你比如说这个花啊，加这个圆形的，我们找一下这个花加圆形的东西啊，这不就花了吗？花它要求的是什么？花要求的是月份啊，这里输入月份，这里输入天，它的月份是10月加12月24，那就是24，这个是22吧？难道我又算错了啊？哇，我的数学怎么回事啊？10+12=22，我怎么给搞成24了？这个墓还没有挖啊，这个詹姆斯的墓。好，詹姆斯这个墓的也挖出一个骨头来，把这个拼好了就对了吧？放在这里的，怎么直接来一个手啊？这个手不对了吧？这是脚的吗？哇，这是脚啊！也就是说，我们还现在还缺两块骨头啊，还缺两块骨头从啊从哪里搞啊？哎，这里。扎进了，把这个用这个新获得道具、扎进了阿尔伯特这个墓啊，从这又获得一个骨头了，把它给搞好。那、这应该是腿骨了啊，大腿骨还差一个，还差一块，哪里还没有搞啊？哦，我现在多出一块了我现在还有一块骨头，然后放到这里，平和好了，是不是要啊？是不是又要复活一个人了？哇、这个骨头这个嘴巴动了啊，这哇这哇哦，获得这个怀表了吧？闹钟时钟已经被我捡起来了，然后给这个罗斯小姐佩戴好，然后这关就过去了。哎，这个支线已经被完成了，罗斯这个支线被完成了，然后我们再来继续啊，继续这个艾玛的支线吧，我们把艾玛的支线也搞一下。生育能力，这个艾玛现在啊就是虽然我们已经被提前剧透啊，他那个艾玛已经最后那个死翘翘了，但是我们现在看一下啊，他正当壮年的时候他一些经历的一些往事。哎，这里是不是提示了啊？234，这个有什么卵啊？看一下这里，他想要一啊，这个一我怎么给他摘下来啊？你给我个道具，我给你摘下来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耙子，耙子是要松松土的吗？那肯定松土必备了。是要染色吗？这个蜜蜂飞到这个花的上面，它携带了一个颜色呀，要给它染上吗？意思是？飞到这里就变成红色，飞到这里变成黄色。哦，是不是利用这颜色相加的这个原理啊，给搞出这个花来？我们先把它挖掉啊。这个一看这个颜色就不对了。橙色应该就是红色加黄色吧？橙色是红色啊，先来红加一点红色。哎，这个色彩又不是很对啊。哎，是了，是了。但它没有叶子，然后从这里啊再采一个叶子过来，哎，这样就跟我们的一号就完全一样了。把它采下来，好，我们获得了。然后我们把它种在这里啊，它想要一号，我们给它种上。
怎么样，艾玛，你的心思啊，我明了。他又要二号了，哇，这家伙，二号就是纯红啊！再来一次，这个红啊，不是很红，再来个红，这个单纯这个红他搞不定了他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有啊，新长出一个根茎来，我们把这个根茎装上看一下效果。但是他发育的还不是，哎，没有这些那个花瓣多呀。我们想办法，然后加一点黄色试一下。这时候再加一点红色，再加一点黄色，不对，再加一点蓝色。哇，这个先把它挖掉，它不是。先加一个黄色，再加一个红色，这还是啊，它又长成那个橙色的了。怎么把这个颜色给暗下去啊？我就连加三次红色不行吗？先踩一个这个，在这里啊，再加个蓝色，加个红色。哎，这样长成了，哇，这个颜色啊，对比不是特别准确啊，与实物不符啊，这个颜色。不管怎样，我们先把这个踩下来。这个二号的话，我们也被我们拿到了，啊，给你二号啊，一起种下来。他肯定要三号了吧？啊，果然三号的话，然后我们继续啊，顺着这个规律啊，把这个三号的花也搞出来。三号的话，我已经非常明了了啊，这样。然后再加一个蓝色啊，这个变成超紫色了。超紫色之后，我们再加一个这个根茎，根茎也加上去。然后上面它那个花碎了吧，我不知道这个术语叫什么。然后我们就得到了这个三号的这个植物了啊。四号，快点，是不是四号？四号的话就是先给它来一个这个啊，大叶子。我估计就用不到红色了，这一点都没有红色的样子了。然后用这个黄色。是不是有点微微就是发绿了，然后再加一个蓝色试一下。哎，得到了，我们四号花非常容易就被我得到了。插起来，你这个插花艺术家啊，你是怎么样？哇，生出了个什么？哎，点一下我们的艾玛，他进入他的裆部了。啊，他现在啊，感觉就自己就已经啊，飞上天了已经。点一下，哇，这样就怀孕了。他怀了一个，哇，他这个刚刚那个是精子啊，他怀了一个植物小孩。哇，这还怕男朋友分手吗？完全不怕了。秋千，哇，这个阿尔伯特在这干嘛？拉一下，这个刀你先拿过来啊。哦，这没有那个什么，没有那个绳子和那个筐子，就没法完成这个操作了。看一下他在想什么，他在想一个南瓜头啊。这有南瓜，我要这个南瓜头怎样？给刻好了，捡起来，然后给它装上，啊，怎么样？啊，你这个面具也真的是，这个小熊娃娃，他要一个小熊啊，这个熊我控制不了现在。哎，他给我一个钥匙啊，这个阿尔伯特，这个钥匙开这扇锁的，把这个锁给打开，这个小熊的头，然后这里还有个小熊的手臂，给你。啊，这个熊啊就拼合好了，组合好了你的熊啊，你的泰迪熊，怎么样？开心了吧？给我荡起你的双桨来，是不是让他直接给飞到井里啊？给他荡高一点，哎，给拉满，好，飞下去啊！果然啊，这个孩子已经啊就快要马上掉入井当中了。我们啊，这阿尔伯特当然不能见死不救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给他加一把力，让他直接掉下去。嗯，哇，这小孩坚持啊，耐久力还挺强的，这么能挺啊！他要泰迪熊啊，他要有泰迪熊做陪伴才行啊，否则这样你掉下去怎么？哇，你这胳膊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样终于掉下去了。这时候阿尔伯特心里非常满意啊，这不是那个艾玛的孩子吧？然后艾玛已经啊就。老成这个样了啊！果然他已经死掉了。墨水，我们得到一个墨水在这里啊，有个拼图，这样对不对？这个拼盒也不给我音效了，现在啊，这里我们缺少拼图。我的还有什么叫 B 加 C？ 这里得到了一张纸，应该就是那个刚我们拼盒那个地图那个纸了。亲爱的 S， 我找你找了好久，如果你看到这封信啊，请在星空中寻找我。墨水是不是给搞上？我把墨水给搞到这里啊，然后这个地方就没什么卵用了。这个拼图，把这个拼图给放好。这是个 A 点，这是个 B 点，还有 D 点。哎，这里还有个拼图，这个拼图应该找齐了吧？还没有找齐啊。哎，这剩下一个拼图了。这个拼图完成好之后，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啊。我估计啊，我们是通过这个
坐标点啊来得到一个数据吧，因为刚刚我看到有那个数字的一些密码了，是这个密码，他们搞一个密码 ，b 加 c 加 d 减 a 啊，就是说利用这个 b 啊加上 c， 然后加上 a 减 d 嘛，不就是现在已知啊这个 b 是62，然后通过这个哦就是找这个上面的图案，先找这个 A 吧， A 是一个好像有风车一样的一个建筑物啊，我们通过这个望远镜找一个风车式的建筑物啊，这不在这里，看它的坐标是什么，它的十字啊标在那个风车的之间，这样的话我就明白了，它这个是04，风车是04，然后是桥了，到桥梁了，桥的话只能在这里啊，05吗？05还是35啊，还是说就是经度和纬度相加呀，因为它这个给出的是62，我看一下它那个是怎么算出来的，62这个6这个2、哦、它应该是经度和纬度相加了我估计，然后这个就是35， B 点是62，先把这个62给写好，62加 C点就是35嘛，对不对，然后就是79，然后地点的话是这个房子啊，一个教堂式的一个房子，我看一下33吗，再加33，这个就是0 13啊，130，然后减去 A 的话多少来4来吧，好打开了，然后我们获得一个图章，这个图章啊应该是用到这个墨水这里了，盖一下，然后在这上面盖印了吧，好盖一下卷起来啊，塞到这个信夹里啊，装好，这个管子是不是要给他了，给你这管子啊，拿去啊，就是快乐生活吧，那这个管子不是给他了吗，哦这里什么意思啊，难道用这个管子把它好像开启了什么东西啊，我把它移到这里，哦怎么啊，这个这是乌鸦吗还是信鸽呀，算了给他寄这个信吗，我刚刚把那个望远镜就移到那个位置之后啊，就这个地方就完成了，1896年画，这个艾玛已经老去了，艾玛不是死掉了吗，怎么还这么活得这么自在啊，那这个涂颜色了吧，没有画笔现在啊，好我们捡到了个姜黄，这还有什么贝壳，这里把钥匙去开一下，姜黄肯定，你别告诉我不捣碎啊，这果然捣碎了，然后这里有个绳子，把这个采摘一下，浆果，这个树怎么流脓了，然后用这个钥匙把这个打开，这里还有毛笔啊，瓶子，用这个瓶子去装那个什么，对不对，用这个瓶子去装那个刚刚捣碎的姜黄了吧，应该不是，难道还要再加点浆果吗，哎，用这个容器啊接到了它刚刚这个树里流出的那个农液，然后在这里放上我们要现场制作一个调料了，估计是加点浆果，哦，黄色燃料被我搞到了，这贝壳有什么用啊，贝壳又可以捣碎的，哇贝壳又可以，我再加点油，好，这个白色燃料被我们搞到了，浆果加进去捣碎，加油了吗，没有，哦，红色燃料搞到，这时候我们就这个燃料就齐全了，橙色白色黑色然后红色姜黄色，开始橙色两个黑，这里完成，哦，要涂满这个，涂满这个线框啊，哎他要让我画的一模一样，我简直这关就过不去了，好完成了啊，我们的得意画作，这是抽象派的，哇这你看画完之后啊，从远处看就非常好非常美妙，这时候一个人在上吊啊，这然后后面有个巫婆在这看着，哇果然艾玛就这么死了，我这心里流着泪啊，我的儿子啊，我的儿子 ，no， 他自己啊，谁让你啊，小时候欺负啊，我们的阿尔伯特的啊，现在没办法，报应。就小时候你不要欺负别人，别人也不会欺负你的孩子。又长出这个支线来了，我这个 Frank 的身份啊，没有搞懂呢，还现在。哇 ，Frank 就是艾玛的孩子，他掉入井当中啊，然后一直没有死掉，哇。这家伙啊，怎么活到现在的啊，我这个可以一直飞上去，然后哦，这不是我上一期之前那个操作吗，就往井下送东西，等一下这个没有捡啊，对还有这个瑞士给它搞上去，对这里有个记号的，一个 Y 一个横，我们先要一个 Y， 这个横暂时不需要，
啊，这里有个横，哦，现在不是这样放过来的，这个也拿不掉了。先点一下这个 Frank， 他想要好果子吃啊，点一下这里，哎，他也有好果子吃了，把这个给扎到，然后我们浆果就有了。Frank 要的浆果，给浆果啊，没籽籽，好吃，快点吃。那这时候我们那个横杠就有了，我们把这个横杠放进去，哎，这样搞定，上去吧。他应该给我们那个送下来就是水了。上期我就是执行这个操作的人啊，我给他送水啥的，给喝，哎，好不好喝？甘不甘甜？很甘很甜，对不对？想吃鱼了，我们再给他把这个摆好啊，把这个拿下来，然后用这个，哦，送上去。啊，他又给我送个一个烤鱼下来啊，啊，最新鲜烤好的鱼，赶紧吃！哦，吃进去了啊，就味道没滋滋，然后吐出个骨头来。那这个骨头啊，就是骨头加一个 Y， 然后加一个横啊，很简单的，要放进去，然后把这个横给搞好，啊，上去吧。然后给我个钉子还是什么来着，忘了。啊，这个木棍，再给这个弗兰克林啊，把这个木棒给搞好。哇，这个就是。你懂的，就是这苟延残喘啊，把他给送上去了吗？要哦，弗兰克林这样就啊开始搞弗兰克林这个支线了。洗手间，现在弗兰克林就独自在这个洗手间之内啊，在这里坐着。先随便到处看一下，这个可以拉动，先开一下这个橱窗啊，先开一下这个两扇都锁着了，我们需要两把钥匙。好哇，又稍微惊悚一下，但是我们获得了一个钥匙，只有这一个钥匙啊。我们开一下其中一个，获得了一个煤啊。他是不是要给他那个烧水啊？烧热之后让他在这里洗个澡啊，把他温度啊给搞上。哇，毕竟现在啊就冬天挺冷的，这个可以移动啊。太冷不行啊，要把这些全部防护起来，让他密不透风。然后我先点一下这个弗兰克林。他肯定是想要洗澡啊，温度计上升啊，让啊，这个温度计已经上升了，因为我们刚刚把这个窗户也关好了。这个石头，这个煤可以给它用在哪里啊？啊，在这里。哎，这个桶，哦，煤添进去，点个火柴烧起来，烧起来之后就应该很舒服了吧？这温度计都快爆了吧？还差一点啊，这个桶要接什么？桶要接这个外面的雪吗？哦，接这个水，接这个水，开，我们把这个水也给接好，要生一锅。他现在洗澡没有热水可不行啊，让这个炉子啊在这烧一下热水，烧没烧好啊？有热水了，有热水之后给它倒进去，哇，这暖滋滋，这个温度计也够了吧？妈的，这家伙给了我一把钥匙了啊！开，从这个钥匙打开这个剪刀，我要给它修剪一下了吗？啊，剪掉，剪掉！啊，让你瞬间啊，哇，瞬间变成帅哥了！我获得了头发，把这个头发装进这个容器当中了。我估计，好，哎呀，估计还要搞什么实验啊？1930年，星星，冬天啊，弗兰克林现在已经啊，就是颜值已经爆出来了啊！他看到自己小时候照片和妈妈在这里，这个要输入字母了吗？这个卡片啊，暂时不知道有什么用。看一下他现在在想些什么呢？直接给我一个问号啊！你自己都不知道想些什么了吗？把鸟食放到这里啊，鸟应该会过来啊。鸟过来了啊，这是他妈妈要送给他的信吗？这不是啊，他还不知道他妈妈就是怎么死的吧？估计啊，他看了信之后大为感动啊，没有反应。哎，这个哇，等一下哇，拼一个转盘了呀，从这里。要拼一条线路啊，把它给拼出去。哦，这个缝在这里啊，缝在这里的话，它有可能它的线路就这样了，咔咔咔咔，咔咔咔咔，转到这里呢。这个首先啊，这个是不能动的，然后让它来这里。哎，打开了，有个梯子啊，我们从这里下去，点一下，哎，来到上面了。有个望远镜啊，要拼一个正方体啊。哇，终于完成一个了。那这个不是的吗？哎，又完成一个。
哎，又完成一个，第三个也完成了。哇，只剩这些都用到了，他们没有重合，就说明啊，这个剩下的第三个卡片就在这里上下来，这样，这样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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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马上完成了。走你！我怎么还有？是不是那个什么了？要根据这个了，两个 Z 合在一起的，梗梗梗梗啊，这样，这个是梗梗梗啊，哇！哇，这样就可以了啊！我的儿子，请阅读那封信。然后我们再搞那个老头那个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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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个，你好哥哥，什么？你好哥哥，确保孙子们能找到这个时钟，把这个数字啊重新再放在一起。这捡到什么了？镜片啊？要给他吗？哇，这个要是这个吧 ？V E 不对，这个是 L O V L O V E 啊 ，Love 啊。我这就是 L O 啊，我之前随便拼了一下，是不是 L O V E？ 然后果然是啊，然后你必须找那个镜片啊，才可以使用这个。然后找到了时钟，所以这个游戏啊，不可以让你提前啊，就是把密码输对了，你必须找到那个道具啊，然后才可以进行下面的线索。找到这个时钟之后，要给谁呢？给他吗？然后让这个他的儿子给带上了。那么这个分段已经结束了。这时候这个弗兰克林这个分段已经结束了，那么还剩啊只有一条线了，就是那个大儿子那个 Samuel 这条线。我们本期视频、先通关这个 Emil 这条线之后、先暂时作为结束，然后我们第三期啊，然后再通关这个 Samuel 这条线，然后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啊！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啊，记得关注啊，点赞支持一下，谢谢，拜拜。